欢迎光临，买些的呀。嗯。不是大爷，你这哪一双哪一双的？你到底买不买呀？嗯，我买呀，但是我害怕。你买个鞋，你怕啥嘞？我怕质量不行呢。大爷，这鞋都质量好的很，都是好质量的，你买吧，放心吧。我弄那年纪了，你可别坑我呀！坑！大爷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86了，闺女。八。这样给你说吧，大爷，到死你都穿不烂，到死你都穿不烂。哎呦我的妈！是来相亲的吗？啊，你是王阿姨介绍来的吗？对，是我。啊，我的情况王阿姨都跟你说了吧？说了，说你条件特别好。那你条件怎么样？我收入有点低，我刚下岗。没工作呀？嗯。没工作，你在这跟我？我家马上拆迁了。没工作好呀，没工作时间上比较自由，没啥事出来溜达溜达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样，等一下咱俩先吃点饭，完事了带你溜达溜达。走。啊，你平时有啥爱好呀？我有爱好。啥爱好？我爱好吹点小牛鞭儿。滚滚滚滚滚滚！还吃饭吗？吃啥吃？一个人吃去吧。你啥也不是你。爸。嗯。听说我妈怀孕了。对啊。而且你们还打算把她生下来。是啊。你们怎么想的？我都30岁了，你们再生一个，你必须得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几天。嗨，我以为是啥事儿呢？这事儿吧，就像你们玩游戏一样。我大号练废了，我整个小号玩玩。怎么了，媳妇儿？嘘，别说话。嗯，怎么了？老王跟他媳妇儿吵架了。啊？为什么？老王外边有人了，被他媳妇发现了。哎呀，这关你什么事？走，回家。我怕他把我给供出来。我怕他把我给供出来。美女，去火车站不？走。哎，你怎么不戴口罩啊，大哥？哎呀，天太热了，有点闷。嗯。你可别存在这种侥幸心理啊！你看大街上哪个人不戴口罩啊？来，戴上了。嗯，好，戴上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哎，给你测一下你的体温了，测下体温。啊，来测，来测。嗯，体温正常啊。出示一下你的行程码和健康码。我手机没电了。嗯，那你登记一下吧。还登记？再登记我就犯法了。我已经结过婚了。你扫过怎么用呢？姓名？哎，姓名，完颜洪烈，大个萝卜，小个黄瓜司机。你瞅我干啥？你倒是写呀。你不是中国人吧？我咋不是中国人啊？我姓完，完颜洪烈。哇哦！住址了，住址，家庭住址。住址，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。你凑合干啥？你写呀。阿拉善右旗，巴彦浩特，巴斯勒塔。你凑合干啥？你倒是写呀你。我写你大爷，我写。下去，我不拉你的活了，下去。哎呦我的妈！下去。到了，老弟。多少钱？嗯，120。好，我打个电话，钱不够。啊、不是。你没有钱，你打什么车啊你啊？哎呀，我不能差你钱儿，我是拿差钱那种人吗？来姐，先抽根华子。我不抽烟，你赶紧打电话吧。喂妈，你给我转1000块钱。打车呢，钱不够，一会儿我还要请朋友吃饭呢，你快点的啊，别磨叽。啊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不是老弟啊，你说话挺豪横啊。你看你长得那250号的大脸盘呢，你戴了一个你别一个不会戴个不会的鸭舌帽，哼！你跟你妈要钱，你咋这么豪横呢？哎，你是不是还没断奶呢？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，你就不能自己出去挣点钱，给家里减轻点负担吗？你一天到晚就知道跟你那些狐朋狗友大吃二喝的，哼！你真好意思啊你！
我这不寻思着不给青春留下遗憾吗？还多玩几年。爸，你别侮辱青春二字了，你这都立秋了。有句老话说的真好啊，小伙青春牙口好，嘎嘎一顿就啃老呀。你说你这你坐二路公交车从起点到终点1块钱就能解决的事，你为啥要打车花120呢？我这不着急请朋友去消费吗？消费？你是拿着父母的血汗钱到 KTV 里面唱着父亲，然后你自己还觉得自己挺孝顺的？你拿着父母的血汗钱，你嘎嘎一顿造啊，你是乌鸦还知道反哺呢？你醒醒吧老弟。我姐，我知道错了。知道错了？嗯。那你有驾驶证吗？有。啊，那这样，你有驾驶证呢，我这里缺一个夜班司机，你呢来给我当夜班，那20块钱呢就当油钱，那100块钱就给你免了。啊，谢谢你啊姐。不客气，我告诉你一句话，你记住了，父母养我们小，我们养父母老。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。爸，嗯，听说我妈怀孕了。对啊，而且你们还打算把她生下来。是呀。你们怎么想的？我都30岁了，你们再生一个，你必须得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今天，嗨，我以为是啥事儿呢？这事儿吧，就像你们玩游戏一样，我大号练废了，我整个小号玩玩。你是王阿姨介绍的相亲对象吗？嗯，对的。哇，你比照片上更漂亮。谢谢。我可以亲你吗？嗯。啊？我可以亲你吗？我可以亲你吗？不喜欢你这种不主动的男人，磨磨唧唧的，要亲就亲吧，啥也不是。老板，这面包甜吗？甜啊。香吗？那肯定香了。那给我来瓶罐头吧。嗯，好。可以微信支付吗？可以啊。支付宝呢？行。那给你现金吧。啊，行。你要吸管吗？要啊。没有。那我不买了。你好美女，去火车站多少钱？啊，20，帅哥，上来吧。20呀？啊，人家后面美女才10块，你才20。啊，你回来了。5块。咋的？5块啊？啊，上来吧。听见没有啊？这边5块就能去。啊？啊？他说免费送我去。哎呀，我去啊！这个女的是想诚心给我作对吧？这是。我不但免费送你去，我到店我还请你吃个饭。听见没有啊？人家到店还请我吃饭呢。啊？你要嫁给我？嗯。她要嫁给我。我不但要嫁给你啊，我还给你生个儿子。人家这边还要给我生个儿子呢。啥？你给我生3个？他要给我生3个。我给你生5个。人家这边给我生5个。啊？你给我生8个。他要给我生8个。哎呀我去啊，我给你生个足球队，另外我再给你买车买房。这边说给我生个足球队，还给我买车买房呢，我就上这边了，美女哈，我已经够了。哎呀我去，我就不信了，我还整不了他，一天天的净给我抢客户，啥也不是。哎呦我的妈！